时候，我们小旅馆呢也来河南小伙多一个月多了，但是基本上都没有出去外面玩的。今天呢，二妹和谢谢作为一个大姐大的，会带小旅馆出去玩一下啊。大家猜猜，今晚我们两个大姐会带我们妹妹小旅馆去哪里玩呢？那现在跟我们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今天你不用直播吗？我们三个都不用直播的，我们出去外面，出去外面玩吧。那先坐回去。你那边？来，小苹果，那我到外地去。Let's go， 李头先先。哦，好吧。你。对，就是公园，很多阿姨、叔叔在跳舞的广场舞，你来一下。好。哦，边来，广场那个咖啡也đẹp này。对。哦，就是咖啡，这是一个水利大学的，很有名的，很漂亮的那种。现在我们进去里面啊，这是我们水利大学很有名的。这是卖树的地方，对，先可以去逛一下水利大学。你喜欢读书？喜欢看书，喜欢买书。这个大学很大很大的。那小苹果的演唱会，搞到三点多。这个学校，这个大学很大很大的，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一圈。挺大的，外面还有很大。对，接下来我们进去里面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，零食的。哇，这个东西。进去里面还是很大很大的，然后就是六点了，晚上六点了，还有很多学生在这里锻炼身体。还有他们谈恋爱的，要尿给啊！那里，小苹果啊！因为人家要尿给啊！大部分人要，大部分人没买。好吧，就两个单身狗。我也没有，因为现在都给到底啊！厉害，什么都会一点点，很不错。你安乐，我饿了。你饿了，不管你。在这个大学的后面呢，还有很多很多卖小吃的地方的，然后大学生都来这里吃饭、买零食的。等一下看，这样画了一下啊，好多好多的。小苹果。没有钱，两个姐姐还是大学生的，没有钱，钱不够。我们去包别的。OK。这是第一个零食的小苹果小吃，然后我们也给它尝一下啊，感受我们一下大学的零食。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对了，给钱。在里面呢，还有一个足球场，挺大的。所以们在越南的还是挺不错的大学。看一下他们继续，我们继续买一个下一个的零食。
我们继续买奶茶，然后现在一人一包了。神火还想救什么？那里卤。OK， 来吧，烤肉。继续买烤肉。老板娘说烧了，烧了 ，OK， 还好。天已经黑了，然后我们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，希望每天每天都可以这样。阿妹，小妹瓜，快来买。对，都是大学的零食，很便宜的。大学生的开心，一二三，哒啦！加油！干杯啊！干杯！一二三，干杯！嗯，ngọt quá， ngọt không？ ngon nhưng mà ngọt quá。这是烤肉，烤肉，对。大món của bia， 这是大轮，这是大。哇，对吧？好像葫芦。掉了，你没有吃了啊？三杯奶茶，还有很多很多零食的，总共只花了20万越南盾，大家觉得好不好吃？嗯，便宜不便宜啊？然后在中国的话，大学生的都吃什么的，也可以在评论区评论一下啊。小苹果，你ngon không？ ngon。好，开心了没有？rẻ không？ có rẻ。rẻ nhờ？ rẻ。哦。开心了吗？ở Trung Quốc có cái món này không？ ở Trung Quốc ở các trường đại học có những cái món này không？可能都有的，因为中国什么都有。bánh tráng， bánh tráng này ở Việt Nam tự làm。对，都是越南自己做的。今天的视频可能到这里了，我们也吃完了，现在好饱。是的。嗯，如果大家喜欢这样介绍越南文化呀，啊，介绍越南的大学生生活呀，可以呀点个赞，点关注，然后有什么可以建议给我们，就在评论下建议我们会听的，然后会看看。对，然后最后一次我就给大家挑一个，三个人挑一个舞蹈的啊。Okay。